阿宇啊，你也不用紧张，我们这几个都是以前进去过，咱们吴老板人好，那收留我们这些连父母都躲着不见的人。去洗洗吧。你跟巫妖怎么认识的我不管，但他别把毒品带进来。吸毒！我求求你，千万别告诉老板，不然我会被赶走的。我家人已经不认我了，我身子这么差，把我赶走，我肯定活不了。知不知道？毒品会害死你！
我这辈子都毁在毒品上了，更何况我这种从监狱里出来的，不吸实在太容易了。哪来的？全场。在场都是怂蛋吗？有没有爷们儿了？这钱归你了。我不要钱，我要跟你。跟我？跟我干嘛？打比赛啊？我听说你是这个地方老大的头马，给你当小弟能发达。行了，小子，有眼光，身手这么好，当什么小弟？做兄弟吧，啊？这样，什么时候我打赢你，让你心甘情愿呢？给我做小弟，怎么样？好，喝酒去。怎么称呼你啊？霍雨辰。叫我阿姨就行。
上次砸了几瓶子，脑袋挺硬啊，还没死啊？怎么着？他动过你啊？动他又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啊不，牛哥，你把他收了。哎，这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你看。乌鸦，我问你，以前你怎么动他的话，但是现在他是我的，是掉了一根毛。乌鸦，一根毛幸福啊！哥，你儿子！
我就是不想你跟政治上这些混混有瓜葛。明天一早你走吧。走了就别回来了。阿宇，怎么了？帮我，帮我！那小子不用怕他啊，轩哥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儿。哎，他要是再惹你，你告诉我，我收拾他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，咱都是兄弟，只要我有口肉吃，绝对不会让你喝汤。冷静点啊，没事，我们以前带货的时候都有检查的，别慌。Thank you.
轩哥，这就是你们对新人的欢迎方式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干了。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过来，干嘛你？啊！我跟你说，这轩哥是欣赏你啊，别不识抬举。任何一个社团对待新人都有他自己的规矩，只要以后你好好跟着我干，给我办事儿，少不了你有发财的那一天。跟我来。一拜天为父，二拜地为母，三拜日为兄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就是结拜兄弟了。以后在外面做事儿，提我轩哥的名号，在外面惹了事儿，更要提我轩哥的名号。美琪，出去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先出去吧，我处理点事儿。美琪，以后注意点，不是什么地方都是你可以随意进出的。怎么了，宝贝儿？生气了？来，让我哄哄你。别在屋里歇。见过你父亲。他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吗？不知道，但你应该回去找他。回去？你觉得我还回得去吗？阿约，怎么了？还有任务？没任务。今天好歹你第一天加入我们社团，兄弟得带你 happy happy 啊！走啊，走。
阿云，离轩哥的女人远点。怎么了？轩哥爱吃醋呀？不是，那轩哥的女人呢，吸毒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不吸毒吗？我是靠拳头吃饭，我要是吸毒，还怎么答应你小子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虽然说咱们是做毒品生意的，但是轩哥最讨厌咱们兄弟碰这玩意儿，尤其是蓝色妖姬。一碰那玩意儿，人准得废。乌鸦这小子就是因为吸毒，轩哥才觉得他不靠谱。行了，别想那么多啊，今天啊我们就是开心好吧。走。哎，齐老大，你上次拿轩哥那批货到现在还没给钱呢，什么时候给啊？这牌都能打输呀你啊？阿宇，你为什么选择干这行？因为钱呗。你看见眼前这条湄公河了吗？每年有多少我们这些同行都死在这条河里。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。阿宇，你还有什么家人没？我有个弟弟，从小就分开了。再一次得到消息，是他的死讯。行了。至少比我强多了。哎，我是个孤儿，什么都没有。今晚给那老带回来交易。嗯，交易的时候把这个带身上。他们很警觉，没搜身。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下载一个斗地主，我已经升级了里边的好友功能。具体的，先到这个。晚上九点。
下9170。何堂。交易出岔子，
这摆明了是有鬼嘛！啊，至于说这个鬼是谁，阿牛，这你头马啊，自然不用说了。我敢用性命担保。至于说这个新来的，我敢肯定百分之百是他。摆你妈个头！乌鸦，你是不是吸多了？我还认为是你呢。你骂我，那我也干不过你呀。但是，我敢让人搜身呀！啊，至于他敢不敢，那我不知道啊。成哥，到底是不是你？不是，说。搜，进水了，进水了，怕啥？来来来，去拿吹风机吹。肯定吸多了。早上下个卫生间不能下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和阿宇那小子好上了吧？他是鬼，对不对？轩哥马上回来了，你赶紧给我走。轩哥在哪儿，我最清楚。女人心海底针。你心里总以为你在轩哥心里就是他的心肝宝贝，是吗？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告诉你，女人如衣服，他早晚玩腻了你。那个鬼要把轩哥送走了，你也得跟着陪葬。你跟了我，保你吃香喝辣的。你告诉我你要。说出来，告诉我你要，说出来我就走。乌鸦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说说啊，说出来，那你要，你赶紧给我滚，滚！阿玉，最近注意点，不知道那乌鸦那小子又在憋什么坏。我又不怕他。你说这内鬼会是谁呢？该不会真是你吧？猜对了。
回睡觉了。嗯。哎，别回去了，三天以后啊，跟奎蛇还有交易呢。老大让我们都住着这儿。哎，手机借我。干嘛呀？我得跟我妞说一声，晚上不回去了。那。三天后，轩老大会跟奎师有第二次交易，地点目前不知道。我的手机被轩老大砸了，这两天会选择合适的时机通知你。宝贝儿啊，哎，这两天太忙了，等我回去啊，等我回去到时候给你，来抱抱。大哥，这小子让我抓了个现行，在墙角打电话，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这手机，轩哥，我知道不能跟外边打电话，但是我这女朋友吧，我要不给她打电话，她晚上肯定得闹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他妈装啊？是人是鬼，马上不就知道了。喂喂喂喂喂！西西，喂，轩哥，他白天非礼我，他还说他就是内鬼，他要把你搞垮，取代你的位置。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儿，你少插嘴。那个，思雨兄弟，轩哥，刚你手机，刚才的事是误会。轩哥，这就是个误会，误会，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，兄弟。来，把你刚才啊看见的，都给轩哥说一遍。大哥，我还是不说了吧。说呀。白天乌鸦确实进了嫂子房间。哎哎哎！继续说，还说什么鬼？哦，具体我就没有听清楚了。那个，全哥，全哥自己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知道我的，我有那心也没那胆。闭嘴！我的性格你了解。是是是。我是不会听你解释的。不是大哥，他们都想我死，别开枪，千万别开枪，自己动手吧，别脏了我的手。我留你一条命，是看在这么多年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。以后在这个地方，别再让我看到你。滚！我查了你很久了，这次我选择相信你，别让我失望。
蝰蛇这小子是不是在耍咱们呀？都溜了一早上了，他不会是因为上次的事儿还记得咱们吧？咱要不要多叫几句？
阿牛，去看看阿姨，什么情况？去了厕所这么半天。哎，急什么？我正好，我们亲兄弟两个坐在这儿，多喝几杯。说到做绝，当年兄弟出卖我，一家十几口，一个不留，都挂在树上，保释一个月。看来干我们这行的，还是没有家人的好。你怎么做？想当年我还不是老大的时候，也替别人消过灾，只剩下两个娃娃，拼命的在树林里跑。当时手枪卡了弹，我信天意，没杀。我说了你不够绝，像你这样，还不如去做慈善。哈哈，做慈善，那不如我把你这间茅草屋翻新一下。我说这小子对无线电感兴趣啊，可惜那对无线电是他妈假的。你最信任的手下刚才秘密的发了一条电报，但他妈被我截获了。我早说他是鬼，你为什么不信？为什么不信？啊？今天老大三番五次拆我的台，我是故意的。哎，是我管教手下无方。这次人跟钱我都留给你，也谢谢你的指教，以后我们继续合作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干什么？你快说话，不要在乎眼前的。啊，是今天失去是你，找他了，合适的做伙伴。Hey!
赶紧开车，快点！快，快点！小子，阿宇还没上车呢，我不等他了，赶紧走！不行，他是咱们兄弟，你走不走？我让你开车，不走！啊！他，赶紧走！阿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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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阿牛。
队长，全死蓝色妖姬。带走。Thank you.